谁，我是说被受重视，可能是普遍的共识。又不就曲折，一天又一天，要知道心中不常想做的事，就是现在做跟我来。学生本分不是读书，是学习，还是时代进步的脉络？他是摆脱选择怠惰，不说事事职责外送，了解现在的行为在化了，沦为这时代的怪兽。如果懂我，我又落空，意识到不该懂我的在乎就做梦，做可能不做不可能的期待早已开始让我相信，不再有点错过。现在也未满的十八，爱情友情的故事出发，不想明确大海的世界，回头看多少失恋。如果要我回头，不可能，管他多少理由，坏朋友却成了你头，难过伤心都留在雨中。你看，前方风景耀眼，一路路上会凋谢，不能放弃你的梦想，正在这完成我的表演。继续走，不要低着头，燃烧都是你和我一起开启做出自己的早走脚印。我们举起手，不下来就会有彩虹，跨步向前走，开动脚印，来上热情，梦最绚丽的花在心中不回头，开动脚印，我们举起手，未来的路不会轻松，跨步向前走，困难都一路经过，来上热情。